今年成功打响卫视歌唱类节目头炮的《我是歌手》，终于要于4月12日迎来总决赛。而在春晚上首次一展歌喉就饱受好评的孙俪，也确定加盟总决赛中的帮帮唱环节。所谓帮帮唱环节，就是除了七强选手杨宗纬、林志炫、羽泉、彭佳慧、周晓鸥、黄绮珊、辛晓琪外，他们各自的圈内好友也将前来助阵。此前，尚雯婕曾在节目中表示，如果要推荐选手，邓超是极好的，戏好歌好人也帅。看来此次邓超孙俪夫妇俩是有望携手出现在《我是歌手》的舞台上了，只是不知哪位贵人有此等福气，能得到甄嬛小主的恩赐。据悉，帮帮唱嘉宾阵容已确定，除了邓超孙俪夫妇外，周华健、萧敬腾、李泉、顺子、谭维维及韩国歌手 The One 也将亮相总决赛。由于七强歌手实力相当，对于冠军的猜测一直未曾停止，而现在加入了七组嘉宾，更是为这紫金之巅的决赛增添一股神秘感。甄嬛夫妇此次是否依然能笑傲江湖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